那在这三数千年当中，这个礼义上现象真的要在应时礼义应时的意义吗？我们人类地球国家都有礼义，所以国家好像国义差不多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义，我们每个人的习惯都变多，都三人结婚都爱家，三人结婚人家拍的不想拍的，喝不完不想喝的，三人结婚都爱家爱家，所以我们是给赚钱啊。那么钱这里得对，这里得稳，要进来不到，所以说要大道出行业天下为公，百德齐全家天下为公，所以我们钱要进来走到现在刚好出的时候，那我们请各位能这个因缘，一方面和真理天道这个道理非常奥妙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各位能够发出非常庆幸，真的我们说的生活还有根基，我也也是话，真的在这个时候要求大，就是这么容易，这么简单的。希望下次得到修理机会，要多进入佛堂，进入道场，来听大来学习，因为道远，就不到大法会，所以一定要来学习。假如说还有一些今天各位同学还没有请到回去啊，希望各位前线能够帮助他啊，所以大大现在刚好在运算，就是在实运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大大是协力运行的方法啊，那当然这个是要我们今天各位都会到印度，从开天辟地到现在这一处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有让人意义，无论是何地的路边也会有相互兄弟之间也会有爱，所以你就是无论是笑也要有礼，笑要有礼，比如真相笑到笑，所以就是这个笑也要有礼，比方说你今天要我们多几年不吃，父母在那里有什么注意，你拿地图给他放在旁边，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请吃东西，那这个默默的养家猫看一下有没有请有没有讲，这样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像Thank you.
回来，年轻，但是国际设计要求高啊，
祝各位学业进步，身体健康，全家幸福美满，谢谢各位。Thank you.